手擂台。怎么样？你多了不起吗？你根本就是贱妇淫了。离闺女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、啊。你是糟糠之妻，根本就是弃妇。那是我的事啊，你管我是什么妇？再怎么样，他也是我的老公，东海是我的，他爱的也是我。你懂不懂？更可恶的是，吴丽青，你自从我跟东海交往，你还不断在他面前跟他咬舌根。说我只是爱他的钱，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你们两个年龄差相差这么多，我们的钱都是用在小孩子身上、啊。小孩子也是我的、啊，也不是你的啊。我爱他是心甘情愿的，你管不着。我看你是有目的而来的。今天东海会变成这样，就是你该黑乎啊啦！我东海今天被背信安内啦。我告诉你，我能做得到的事情，你做得到吗？我不会干涉东海。自由，我不会干涉他私人空间。他有认识的朋友，他会想介绍给我，他才会介绍给我认识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想要离家出走几天，我都会乖乖在家里等他。在家里都有属于一间他专属的静思房空间，他都可以待在那边，我都不会去打扰他。他又不是我做得到，你做得到吗？他又不是什么国家情报解密码，要什么静思房啊？笑死人了！是啊，那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他爱去哪里玩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吗？他爱去溪头、山林溪玩啊。还有，你知不知道他都喜欢找哪一个人打牌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喜欢找林正雄打牌。哦，你懂吗？啊，还有嘞，他都喜欢到哪里去运动？你懂吗？他都喜欢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，你不懂嘛，对不对？那些都人家的老婆，他开心就好。还说你是人家的老婆，他跟我在一起开心就好嘛，什么都不懂嘛。哇塞，讲得好像你是贤妻良母，结果你什么通通不懂，笑死人了。有一次，我告诉你，东海最爱的就是我，他爱的是我，他爱的是我，爱你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你掌控他多少呢？我问你，我们。至少我们相处16年，什么事情我都能掌控到他。他心里想什么我也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？你能知道多少？我告诉你，东海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对他又有多了解？你对他又有多了解？笨女人！我告诉你，有一次做梦了，他带女人回家结婚吗？不可能啦！你少做梦啦！有一次他带女人回家，跟我讲说是女同事，我还提早下班准备鸡鸭鱼肉，帮他们做了一些晚餐，也太好了，真的假的？鸡鸭鱼肉拜拜哦，我天哪！然后他们说吃完饭之后还要到房间去谈理公事，叫我不要打扰，我都做得到了。这种事情你做得到吗？你做得到吗？你们大家听听看，对，我们在听的，嘿，你一个老公跟一个女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关了，东海夸我很贤惠，怎么样？竟然什么他都不知道。这个叫做他是人家的老婆，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好，所以听到这里，到底是自由还是放纵呢？你没有办法接受他大男人，你不信任他，你表示你不关心他吗？他也信任我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在一起很开心。所以最后，东海也因为你感动，所以他最后还是要跟你结婚嘛？那一天，没错。好，东海已经说要跟我结婚了，结果他跑到婚礼来跟我闹场。气得东海跟我大吵一架，说他现在也不想跟我结婚了，还叫我搬出去住。东海若是想跟你结婚的话，你不要笨了。你当初生了小孩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你结婚，干嘛要拖到现在呢？表示他对你没有那份心嘛，你是被骗了嘛。我跟你说，我心甘情愿，都是你这个，都是你这个老。结果他就跑到我婚礼闹场，气得我爸妈都快吐血了。我不能让你们达成愿望，因为你是抢我的老公，你凭什么？老公本来是我的，不应该是你的。当初我爸妈也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，气得我爸心脏病都发了。可是我就是爱东海，结果你出来破坏我们，你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破坏我的婚姻。你看看这个女人，竟然是爱外面的男人，不爱自己的家人，还敢出来讲给大家听？ 你不觉得他很丢脸吗？你很会讲话，你不觉得他很丢脸吗？里外都骂到了，这种事情他也敢拿出来炫耀给大家知道？我已经跟东海努力了7年了，好不容易
东海愿意跟我回去，跟我爸爸一起，我们从早跪到晚，跪到家门口，连邻居都看不下去了。当初我爸爸也不接听我们的电话，也不写信给他，他也不收。终于他感动了，现在东海愿意娶我了，父母也答应了，结果都是被你搞的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竟然让东海在你家门口跪整天整夜在那个地方。你既然今天爱东海，怎么会让东海在你家门口一直跪呢？我告诉你，东海今天这样子是你害的，你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是你。他今天不用这么，你竟然当大东海，你不用当大东海，你竟然毁掉了呢？你怎么这么害苦？你是个恶毒的女人，为什么跟你在一起要做这些事情呢？你是一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下去，我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之间？我的人生都毁在你的手里了。我们一家，家他早就跟你离婚了，你不要破坏我的家庭，你被抛弃了。东海是爱我的，东海是爱我的，他现在要跟我结婚，是你破坏了我的婚姻。别做梦了，蠢女人，别做梦了，东海不会跟你结婚。你还爱着东海吗？是。东海还爱你吗？对。你还爱东海吗？是。东海还爱你吗？对。东海爱的是我，爱的是我。哦。我们都不知道东海爱的是我，绝对不会放弃。东海爱的是我。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不会让你达成愿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你不用再做，你别想这，你别想破坏我的婚姻，你这个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好，用词，好，用词都要文雅哈。好，为什么这样子？那东海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了哈。好，东海还爱你，他也爱你，你也爱你，爱你。到底我们这个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的这位东海有这么严重麼、哦？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我们一起来欢迎东海，海哥，好吧？哇，哇东海，东海，我想要自由，我不想再结婚来了，而且说你自由吗？就是你这个贱女人啊！我受够了！你怎么这样对我？怎么样？我就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，你受够了吗？怎么样？你不相信？就是你毁了的，我的人生都毁在你的手里。有一句话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可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哦哦。